照我说，罚的还是轻了。要不是今日姐姐及时发现，还不知道他会惹出什么祸端呢。只是被捧得忘乎所以罢了。萧家是殿下的左膀右臂，点到为止即可。云儿，发什么呆呢？我不想吃了，姐，我要去北林打仗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你知不知道北林战场有多危险？陆家就你一个男丁，你总得为爹和娘考虑考虑啊。谁没有父母？我不想顶着亲王妃弟弟的名号干一辈子打流寇抓河匪的事儿。男子汉自然是要自己建功立业的，而且我也想帮一帮二位姐夫。北林我确定了，我会照顾好自己，也一定会争得一番功名，做你们最硬的靠山。我们家云儿志在四方，向往的是沙场热血，想要做上阵杀敌的大将军，就不该被困在京郊这方寸之地。云儿一定不辜负姐姐今日所说，我不打胜仗，我绝不回来。来，这杯酒，姐姐敬你。玉儿，你看这个葡萄藤长得好不好？好。等它长出果肉了，我们以后天天有葡萄吃。好。玉儿，父王，哎，父王你怎么才回来？我跟娘亲都等你很久了。是父王不好，那你帮我哄哄娘亲好不好？别听他胡说，我刚收到船厂送来的新图，看到一半就被他拉出来玩了。是你说的那种可以作战的船吗？那叫做车船，船体两侧加上木叶轮，人力踏动，行动速度比一般的船体要快上10倍呢。我知道你处处替我着想，但毕竟今天是你的生辰，你应该好好休息休息嘛。你还记得呢？当然记得了。哎，送给你的。真好看。殿下，小夫人晕倒了。夫人，殿下来了。殿下，你终于来了。恭喜殿下，萧夫人已经有了身孕，好生休养几日就好了。有劳大夫。哎，现如今你已经怀有身孕了，就早些歇息吧。殿下，姐姐把我关起来，我们的孩子不舒服。不用关禁闭了，你就安心养胎吧。天色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啊，殿下，殿下。